生日还要念歌呢，我要念，要念。那你念一个 Happy Birthday 的。我为什么要唱歌啊？走开！看过一个神秘的会啊，然后还有啊，你爆了两个惊天大秘密，爆了！歌手的归宿啊！各位勤劳的女孩，生日还要念歌呢，我要念，要念。那你念一个 Happy Birthday 的。我为什么要唱歌啊？走开。Happy Birthday to Angela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开完会了，开完一个神秘的会，所以明天你要做些什么？接下来你爆了两个惊天大秘密，爆了！歌手的归宿啊，没有，你自爆了。我说讨论，我没有说什么时候出啊。明年，你刚说明年两个。我想跟粉丝说，真的很感谢一路以来陪伴我这么多的粉丝们，有一些是从我刚出道就跟着我，就是很爱你们。我也希望你们。不管在任何时刻，当你有需要一些鼓励、一些能量的时候，你永远都会记得我就是你的朋友一般，在旁边陪伴着你。还记得吗？好幸运，我有你。2024演唱会见喽！